大家好，我是广石小凤。今天呢，跟我姐两个人呢，出市里面了。大姐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带你去参观上我买的这个新房子，我未来的婚房。啊，未来的婚房？对，未来的婚房，带你去参观上。好的，现在跟你去，差不多到了没有？到了，到了，就这里了。看到没有？这几栋高高的楼层就是了，最高的。哦，最高的呀。对，最高的。为什么买到最高的？有没有电梯？肯定有电梯啊，没有电梯怎么行？哎呀，那再给你看一下。对，走。你好，帮我开扇门。啊，那个业主，现在呢已经跟我姐啊进来我这个小区这里了，怎么样？这个小区环境绿化？还行，还行，还行啊。就是不知道要走多远，我走了好像有几分钟喽。就这里啊，到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些全部都是绿化，哦，还行。然后对面这些高层高楼还在建设中。小凤，你选这个位置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肯定啊，最主要的离我们家不远。对，离我们家不远，离我们家呢只有13公里。啊，有时候开快都不用。13公里，公里是要的时间，时间的。有时间开快，那就不用那么多时间，对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差不多，啊，就前面这一栋了。这绿化还是很好的，我们这里有独栋的别墅，然后有高层，都有的。就这里，到了，到了，进去。哦。哎呦，这个电梯还挺豪华的哦！快点，人家关门了，来关门啊！对。请，就这里。哎呦，我买不起哦，全部都是我的。你知道这里有多少房吗？很多房房里面，这个才是我的。哎，错了，是不是？进去。看到没有？进来呢是一个玄关，到时候这里可以做一个鞋柜啊，然后酒柜都可以。大姐，哎，这里呢？
看到这里啊，这里以后可以拿来放洗衣机，这里啊，对，放洗衣机，到时候我打算买那种洗烘一体的，哦，可以吧，感觉还可以，就是没有装修出来，不知道那效果是怎样的，装修肯定很好看咯，装修先呗，啊，那个是什么那个啊，里面那个啊，那个放空调的，不是还有个房间吗？啊，进来，看到没有，大姐？这一个呢，就是阳光房，到时候这一堵墙啊可以打通的。这个不是承重墙，可以打通。然后到时候这里做一个榻榻米，一望无边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风景，视野还是蛮好的。但是我觉得凉快，这个是我感觉哦，就是说你这里小孩几岁的以后哦。感觉好像有点反常，应该要装个落地窗好一点。对呀，啊，这个阳光房到时候要装个落地窗的，哦，装个落地窗很那个的，很好看的，到时候。这是一个房子，好像有点小感觉。这个儿童房就是小的，是这样的。到时候要把这堵墙打通，然后门口就留到这里来了，这里就是门口。好凉快，这房间，到时候我们手续这里太凉快了。对，每个房间都没有这里比较凉爽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厅啊，这个厅。可以了，我一个人住。你现在一个人住肯定是可以了，那等到以后有小孩还有公婆了，这个你那个嘛，公婆我都说了，那间是留给公婆住的，然后那间儿童房是留给我的小孩住的。以后我跟我未来的老公就住那一间公房啊，客房那个主卧啊，他打算怎么装东西啊？等我看日子先，这个要看日子的。对哦，这个也要看日子。对呀，啊。那电视沙发放这里哦。沙发放这里，电视放那里，然后到时候做一个酒，那里做鞋柜、酒柜，做到这里来，做一个酒柜，做一个酒柜，然后这里到时候就是餐厅了，这个位置就是餐厅。你意思是这里做一个酒柜，然后这里是沙发，做一个酒柜是那边？对对对，做一个酒柜就做到这个位置来就可以了，做到这个位置。这个酒柜你更小一点，因为你这里这不是很大的厅吗？对呀，啊。可以了，走吧，参观完了。大姐，哎，参观完我的房子有什么感想？挺好的，拿来做婚房合不合适？还行吧。算了，哎呀，不问你了。做婚房还是可以的，我那个房子虽然说小了一点，但做婚房绰绰有余，住一家三口，一家四口都是 OK 的。回去干活了，回农村了。